那呼吸。
这一口气把它挤到这部位，比如说我的气要挤到胃，那我去把它挤到胃。啊，我要向它上胃，我要到胸部，到胸部下来又到腹部，到肾部这边去站起来，这边就像。然后到背部，啊，就各个部位去按，利用你的气压液场啊，啊，在那个按，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腹部才会气才会通，因为你的腹会痛，就是你的气痛，所以叫做通者不痛，痛者不通，啊，我的脊椎病变就是因为练这个，然后再练周边。啊，周天有小周天跟大周天，小周天是督任脉导气，啊，前面是任脉，后面是督脉，啊，通常有的人是口左阴下，后面是阳，前面是阴，啊，左阴下，啊，还有的人是左阳下阴，啊，啊这样，啊，你有患不急切患不的话，你就左阳下阴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啊。所以我因为我都是练这样打的，我花了很多钱，所以这个要考验你，考验你的那个精神力量够不够啊，艺术力量够不够？所以那个七分精神力量，三分功力，不是功力很好，你精神力量够，这样的话你更强了。啊，你那个那课都越搞不好，啊，你这个越。你也是进行医院你的电力啊，啊什么那个，啊，你这不是的话，怎么治？你按那点的不好，啊，我按。然后第二招是左右开弓四射标的，左右开弓四射标，啊，左右开弓啊，上西左开弓，啊，这样是左右开弓四射标，啊，左右开弓四射标，它重心在胸部。哦，扩胸伸背啊，增加胸的跟肩膀的肌肉，加强呼吸血液循环，促进身体代谢啊。这个啊，哦，这个很有用啊。左右开弓四射标，而且你要做得对，这边大家不需要啊。然后第三个，调理脾胃虚单子，调理脾胃虚单子啊。他这个手的上与下按对位要那个对称啊，啊，两侧内脏肌肉受到牵引，啊，不过这位小姐说关门弓这边会拉会痛，这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方法，啊，使你的肝胆胃啊受到牵引，消化能力就会好，啊，促进蠕动。所以调理脾胃虚单子，我们今天就教一二三，啊，尽量使各位都会啊。你今天来上，即日来上课呀，安尼哦，你来上到好啊。啊，若讲上上不认输的就真个不好。啊，所以咱教他戒，哈，要少量多做哦，教他戒，他好变得消化。那么有教过的，我都会从前面一起给你们带。但是各位都会来安利到啊啊！我们先来做个，或是站着都可以，先做个呼吸。我们做啊，我们做五分钟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所以咱能得这步啊，只有五分钟就好啊。假如像我站着的话，膝盖一定会放松啊，我要有放松。竖骨会死，竖椎会死。你今天有拿刀在站桩里面就有血啊，你站在干嘛？啊，站桩竖骨会死，竖椎会死啊。那重心要放在两只脚，不涵盖指头，不涵盖脚趾头，啊，记着啊。啊，是在掌的中心点那一点，同
叫做涌泉社，但是涌泉社在中医的那个定义方面，它是在你要五卡贝有一个层次，五巧之类的，那样好，啊，它是在那一点，啊，传统的是在那一点，可是我们在思想方面的却不是在那一点。一个掌去掉骨头，剩下这个掌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掌取中间一点，啊，啊，为了使各位能够记得，名称就是把它叫做涌泉社，啊，还是涌泉社，可是位置不一样，啊，这样的话才会，啊，你若敢向头前来问，甚至卡拉乌的摊位，啊，所以咱就起来了。那站的时候。主身微微面观，脚尖微微面观，不要这样站，安尼会变过，啊，安尼会变，啊，你头来我讲，先讲讲，啊，那个你站，啊，这里可能安尼会变过，啊，你若安尼，虽然都站过，安那是变过，啊，所以他有他的方法，啊，都站着微微面观，啊，啊，要用站的呼吸。就是要这样站，啊，晨间坐着松腰落法的时候，夜停个打，你的肩膀要放松，肩膀放松的意义就是说，肩膀控制你的横膈膜，啊，你的横膈膜，因为你的呼吸，所以把气沉到丹田，它才能够沉到丹田，你的肩膀要放松，这样的话，你吐气向内收。吸气的话，你肩膀微微下垂，用你的意念微微下垂，它去膨胀出来。啊，吐气向内收，吸气胀出来，微微用一点意念，呼呼用一点点意念把它拖起来。啊，承接啊，承接吐气，吸。他的方法，身体放松，因为你肩膀放松，身体就放松。那假如不能够放松的人，我教你们一个方法，先要打第一往人工，从本来就非常很高那个男的，按个低水低水啊。那么放松的话，头部啊，颈部、肩膀、手肘、手腕、胸部、腹部、腰部。大腿、膝盖、踝骨、脚掌，是用这样一组松下，啊，按我讲用最大的较紧吼，用想的像最后咧揽落来，啊，我规身骨拢软，安尼，啊，你的背要松落，啊，啊，松了开始呼呼吸吐气，那时候吸气，小腹慢慢胀出来，吸气缓慢，吸长，注意大方。然后吐气，内收，吸气，胀小腹，鼻吸鼻吐，吐气，收小腹，吸气，吐气，吸。
Who? Monsieur?